听读练习。广播通知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飞机已经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。外面温度26摄氏度，飞机正在滑行。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先不要站起或打开行李架。等飞机完全停稳后，请您再解开安全带，整理好手提物品，准备下飞机。从行李架里取物品时，请注意安全。您交运的行李，请到行李提取处领取。需要在本站转乘飞机到其他地方的旅客，请到候机室中转柜办理。感谢您选择上海航空公司班机，下次旅途再会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飞机已经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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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外面温度26摄氏度，飞机正在滑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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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请先不要站起或打开行李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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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飞机完全停稳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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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您再解开安全带，整理好手提物品，准备下飞机。
请您再解开安全带，整理好手提物品，准备下飞机。请您再解开安全带，整理好手提物品，准备下飞机。请您再解开安全带，整理好手提物品，准备下飞机。从行李架里取物品时，请注意安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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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交运的行李，请到行李提取处领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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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需要在本站转乘飞机到其他地方的旅客，请到候机室中转柜办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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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您选择上海航空公司班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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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次旅途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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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飞机已经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。外面温度26摄氏度，飞机正在滑行。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，
请先不要站起或打开行李架。等飞机完全停稳后，请您再解开安全带，整理好手提物品，准备下飞机。从行李架里取物品时，请注意安全。您交运的行李，请到行李提取处领取。需要在本站转乘飞机到其他地方的旅客，请到候机室中转柜办理。感谢您选择上海航空公司班机，下次旅途再会。